日是7月24号，农历6月19，而大事勿用。属猪的朋友应该多啲在工作上面表现自己，上位不是梦啊。属猪的洪永成 Tony 同太太梁乐贤结婚3周年，太太玩个陷阱题谂住阴 Tony， 问话俾1亿 Tony 同全世界最靓嘅女人，定系100万，但系继续同太太喺埋一齐。Tony 就话拣1亿同全世界最靓嘅女人一齐，因为太太就系全世界最靓嘅女人啊，仲话可以将1亿俾太太。呢、这个回答可以话系滴水不漏啊，氹得太太不知几开心。Tony 你口才咁好，要多加利用，喺工作时好好表现，一定可以成功上位啊！今日幸运星系天秤座，幸运指数排第一，事业发展可更上一层楼。天秤座嘅陈莹呢排有不想发展嘅趋势，仲同蔡洁、黄宗泽一起去湖北开工。唔少内地嘅 fans 都留言话，期待可以多啲见到佢。而陈莹呢排喺拍嘢嘅时候带走性感风格，佢着住黑色背心加黑纱外套，唔单止下半身失踪，再加上黑色丝袜大素美腿。而另一套都好顶人，黑色花纹透纱上衣，而入面嘅黑色 bra 若隐若现，仲有一套性感长裙叠 V 开到肚脐，开叉露出大长腿。陈莹你样靓身材正，今日更幸运，事业定有新发展啊！幸运方向坐东北向西南，幸运数字5、12、23。幸运颜色金色、白色。